哇，这里真的好棒哦！网络看照片就好喜欢，没想来这边真的更美。谢谢。你喜欢真是太好了，这边所有公共设施都可以使用，你想唱歌也可以，附近没有邻居会投诉。啊，不过最近还有另外一位访客入住，所以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彼此的感受，其他应该没有问题。哦，原来还有其他访客。他应该是蛮好相处的，笑起来蛮亲切的。你的钥匙。谢谢。哎，对了，这些小丸子都是你们的收藏品吗？对啊，他什么都不爱，就爱小丸子。还有爱你好吗？有吗？有。你们是情侣吗？看起来好甜蜜啊。才没有。哦，还有我们最近要出去旅行了，所以应该到退房前都看不到我们。有问题的话就打LINE。好。那退房的时候将钥匙放在门口的盒子里面就好。就好。啊，好，没问题。好，那谢谢，那我们就先离开，你好好享受假期。好的，谢谢。谢谢。在人家面前这样子。不好意思，那个，因为我刚刚洗完澡，我发现我房间没有吹风机，所以想说来给你接一下。哦，你是另一位房客吧？嗯，对。哦，那个，进来吧，吹风机在里面。嗯，那你们用我们用。好，谢谢。来了，哎，一个人喝酒太闷了，陪我一起喝吧。好啊，走。哎，你也是住那里哦？太巧了吧，我也是哎，我就住在那个车站那边附近而已。我也是哎，你知道那边有一间妈祖庙吗？哦，那间妈祖庙很灵。然后我很常去那边跟妈祖聊天，真的假的？我也是哎，哎，搞不好我们有在路上巧遇过哎。更巧的是啊，我们两个人都是一个人来这边旅行，然后都住在花童的民宿。嗯，哎，来，我们一起来为世上美好的巧合与相遇干杯！干杯！啊，真的很开心哎。我以为这次会一个人孤孤单单的陷在难过的情绪里面。难过 ？Why？ 因为我其实是被劈腿，所以一个人来旅行。哦，原来如此哦。
那你还好吗？哎，批你的人也太没眼光了吧。也不能全部怪他啦，可能是我们的生活真的差很多吧。宝贝，你不要生气啦，啊，人家就难得从国外回来，我当然要找时间好好跟人家聚一下啊。有什么好聚的？而且这两个人单独，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啊，我就都有跟你报备啊，跟谁去，然后去哪，我到现在都要还拍照给你看呢。你现在语气是在怪我吗？是我不好相处，觉得我都没有给你空间吗？他常常跟我说，他很没有安全感。他总是觉得我会跟所有的人上床，劈腿。但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我敢保证，我只爱他一个人。但是，他怎么样就是不相信。会不会是你这样帅脸，让他没什么安全感？你不要乱说啦，我才不帅脸。不会啊。我就觉得帅到会让我想要亲上去。好了，我喝多了，我想先回去休息。哦，那个，你叫博宇对吧？嗯。博宇，你明天要不要跟我去约会？什么啦？也不是什么约会啦，就是附近有几个步道蛮漂亮的，你要不要跟我去走走？如果要疗伤的话，两个受伤的人一起疗更适合吧。近世上所有的巧合，我也是因为被劈腿所以才来这里。关系，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啊，而且我也好喜欢大自然。嗯，以前这里我也常来，只是没有想到这次是你。是来覆盖回忆的吗？覆盖回忆，只要在一个伤心的地方，然后把一个新的回忆覆盖上去，这样以后想起来的话，就不会那么伤心了。听起来蛮浪漫的，那就谢谢你陪我来覆盖回忆了。走吧。哎，运动完真的是超舒服，通体舒畅。真的好奇怪哦，我原本没有那么爱运动，但我现在觉得好开心。那你愿意再帮我覆盖回忆吗？什么回忆啊？盖成功。哎、欸，你再坐在那，我就把你丢在这哦。哎、欸，等我，等我啦。走啊。谢谢。不会，你再拿给我就好。好，我吃完再拿给你。嗯。Thank you.
原来你在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我刚刚吹风机用完了，我想说拿来还你，然后我敲门没人答应，我以为你不在，然后你关门一说我就进来了。哦，不好意思，我马上离开。要我帮你吹吗？你说什么？头发啊，你头发还是湿的。哇，原来如此哦，我还以为是什么。好啊，好久没被人家吹。是哦。吹完了，那我回去了。哎，等一下。你知道治愈情伤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吗？我不知道哎。让所有美丽的巧合，巧合的爱美的你，相信大家在生活的途中可能会遭遇到一些比较难过或是不好的事情，但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或是下一刻会不会就有幸福在前面等着我们。希望大家看完这个剧本会有一些幸福在等着你们。那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那如果你想要看什么样的剧本，有什么样的题材，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哦。那也不要忘记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并且按赞、订阅、服务照 FB IG 以及我们的 Line 粉，我们的搜寻服务照就可以找到我们喽。我们也会把所有演员的资料放在我们的资讯栏。那我们再一次谢谢今天的拍摄场景，是我们花莲吉安的花童林民宿所在。耶！那我们副局长下次再见喽，拜拜。